长兴吕师傅的龙狮战鼓团运动员进场。他们带来的彩青主题是长江浩瀚新诗样。那么他们一开始也向南天宫的众仙佛行礼。穿的难度动作，坐头推进，一柱擎天。
声鼓励，站位接单，接直上过头，180转身，快速撤移。清正啊、战鼓队的比赛，最后得分9分。